墨西哥城示威者企图闯入国家宫，并且在门前放火，抗议政府可能同43名被绑架与谋杀的学生一案有关。尼日利亚东北部博迪斯卡姆镇一间学校发生炸弹爆炸，当时学生正在课前集会，造成48人死亡，79人受伤。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进行非正式的独立公投，八成人赞成独立。阿富汗三个城市包括喀布尔发生炸弹袭击，至少10名警察被炸死，另外还有其他人被炸伤。亚太经合峰会在北京开幕，向期存多年的缓和作，共建亚太关系。